1月16日，知名艺人林志玲出席某发布会活动，一身红色晚礼服惊艳亮相。之前薛之谦病倒，林志玲送上公主抱，被网友称为林大力。不知林志玲还有哪些事情体现出了她大力呢？第一次自己非常意外的，应该是我把王博抱起来那一次。我想说我一定抱不起来，因为自己好像还行。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应该可以抱着他转圈圈，然后就上演了。像有没有那种浪漫的电影桥段，就是转圈圈。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的女神志玲姐姐会有什么愿望呢？新的目标呢，就是希望今年可以找到心爱的另外一半。哇，这样有没有太诚实回答，吓到你对不对？春节也马上就要到了，志玲姐姐最想和谁一起过呢？嗯，一定都会是全家团聚，然后回到老家，然后吃今天做的饭菜，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过年回家，大家都会被问及结婚的事情。志玲姐姐来教教单身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。但是每年在这个时候，单身的朋友确实会面对许多这个什么说他结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大家记得要面带微笑的，然后准备很多丰盛的食物喂食大家。